咪好發展啊？即係咁樣嗰陣時都可能同大多嘅老店嘅諗法都係差唔多嘅。咁但係後屘我做咗之後咧，其實都發覺原來鋪頭仲有好多可能性。慢慢越嚟越投入去呢間鋪頭入邊啦，所以就慢慢越嚟越多搞作啦。同埋我本身個人太怕悶啦，一間鋪頭又韞我唔住嘅。睇下仲有冇得發展啊？應該話嚇，始終傳統嘅嘢，即係如果失去咗，好可惜啊！咁如果延續落去，我覺得可以將某一啲嘅精神啊，或者屋企裏邊嘅一啲信念可以延續落去，會好多。好老實講，如果而家呢個年代，如果佢繼續有呢間鋪繼續凋零落去，其實個前途就係接埋，一係租俾第二間公司去營運嘅啫。咁所以我覺得，如果我有咁嘅能力，我都係佢嘅話，我都會想做一啲新嘢出嚟嘅。